你们小夫妻从住进来聊不停啊，半夜睡醒还聊，感情真好，没有不舒服吧？没有。那位做人家老公的，病人要休息，快睡吧。那我去睡了。嗯。晚安。晚安。我睡不着。周生辰，你再陪我聊会儿吗？周生教授，周生老师，周生辰，这么快就睡着了？下来了，我不抱着你睡，我睡不着。回床上睡吧。嗯，我就要在这睡。走吧。晚安。